佢論嘅係禁止09年後出生人士禁止買煙，正正希望就係從源頭堵截，避免新一代嘅青年入歧途啊！事實上，禁止特定年份後出世人士買煙並唔係一件新鮮事。牛津大學科學教授 John Barrett 早前喺2000年嘅時候已經提出過無煙世代嘅構思，從務實角度解決吸煙問題。近年嚟，丹麥、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家都有意推行相關法例，其中新西蘭已經通過法例禁止2009年8月以後嘅人買煙啦。因此，我方倡議參考新西蘭做法，由立法開始，從根源解決問題，禁止2009年後出生嘅人士購買煙草產品，令佢哋接觸煙草產品嘅機會減到最微。而隨著買煙者嘅年齡越嚟越高，可以買煙嘅人亦都越嚟越少，食煙嘅人數趨隨之下降。長遠而言，香港人揾香港嘅所有人都無法再買煙，動態清零，達至無煙香港。今日首次辯題就必須從香煙對香港嘅禍害出發，理解禁止買煙帶來嘅利處。換言之，今日衡量辯題嘅準則在於立法之後係唔係有利個人同埋社會嘅發展。我方今日整立辯題原因有二：一、改善市民健康。食煙對吸食者嘅健康影響大家都知，其中嚴重嘅影響包括引致唔少個12種嘅癌症、冠心病、中風等嚴重心血管疾病，甚至會引致陽痿同埋不育。除此之外，食煙所產生嘅二手煙同埋三手煙會更加係對他人構成影響。衛生署嘅研究就指出啦，長期接觸二手煙嘅人患上同吸煙有關嘅疾病嘅風險比吸煙嘅人係更加高噶。可見食煙並唔係單單一個個人嘅事，更加會嚴重影響無辜市民嘅健康。而一旦立法禁止09年嘅人購買煙草產品之後，能夠逐步將食煙嘅人減少，建立一個無煙社區，令市民可以無需再擔心因為唔經意食到二手煙而引致種種嘅慢性疾病，保障社會全體市民健康嘅權利。二、減輕醫療壓力。食煙影響個人健康，根據香港大學嘅研究，每年香港有多達6800人因為食煙而直接死亡㗎。而呢啲病人喺死前已經接受好長時間嘅治療。睇翻醫管局數據啦，發現每年咧原來係有多達60億嘅港元係用於治療同吸煙引致嘅各種疾病，為本來資源已經緊缺嘅香港公共醫療系統帶嚟沉重嘅負擔。換言之，今日個人為了一時之快而吸煙嘅選擇，卻製造了一個不必要嘅醫療負擔，浪費咗納税人嘅公帑。而一旦禁止09年後買煙，長遠而言能夠使食煙嘅人數逐步下降，因食煙、二手煙、三手煙而引起嘅醫療問題亦都能逐步減少，釋放更加多嘅資源、人手處理疾病，對醫療系統係百利而無一害。最後想問有關同學同意食煙係會食煙禍害嚴重，並且係急切需要解決嘅咧？多謝大家。其實現行的政策是有效的，而且煙民的數字真的不是那麼嚴重。
受理的法例呢？第二，錯判成效。有些同學覺得靠立法禁止就可以達至無煙世代，但是有些同學你顯然是錯判了成效的。你到底怎樣可以確保到政府2009年後出世的人買不到煙呢？他們不在71買，可以去黑市買，真的買不到了，他們的朋友可以幫到手。有些同學你承不承認他們還有機會可以買到，亦都有極大機會可以成功呢？到底有些同學你怎樣可以確保到這個成效呢？根據香港終審法院指出，政府立法需要考慮相稱性的原則，所謂的相稱性有三大特點：一、有合法的目標；二、手段和目標有關聯；最重要就是三、該措施要平衡到社會利益和保護到個人權利。我方認為這條法例不單止不符合以上的原則，還有反效果。論點有二：第一，缺乏立法理據，違反相稱性的原則。看回這條條例，其實很明顯是很失衡的，它會令到個人權利受到極大極不合理的限制。政府限制市民行為的手段有很多，如果想減少煙民的數字，有教育，有宣傳；如果是想鼓勵煙民戒煙，會提高煙草税；如果是危害公眾利益，會立法禁止食肆吸煙等等。以上的例子都說明了，其實政府很明白要平衡公眾利益和個人權利的需要，如果一旦無視了平衡權利的重要性，就會必然剝削了個人權利和自由。我想問有些同學，你們是不是認為限制自由和剝削人權都無所謂呢？第二，做法過於極端，會造成黑市問題。有些同學，你過於理想，覺得禁買就可以實現到無煙世代，但是其實禁買不禁食的情況下，只會個個都走上去買私煙。我方絕對不是危言聳聽的，其實北丹在2004年都試過行一個禁煙令，但是世衛處北丹的代表清楚指出，在全面禁煙的北丹裡面，年輕人就正正是私煙貿易不斷增加的關鍵。13到15歲的兒童，他們由06年的24%已經上升至13年的30%了。其實不單止北丹這個國家，其實紐西蘭都有類近的情況的。很明顯，有方同學你只是過於理想而沒有考慮過更極端的手段，只會造成更嚴重的黑市問題。我最後想問一下有方同學，你是不是認為只要有一個美好的願景，就乜嘢都可以立法去禁止呢？請有方同學你解釋你這個手段怎樣可以平衡到人權和公眾利益。多謝各位。所講的大麻和煙
止2009年之後出生嘅人，我哋先去反映，我哋先去解決到呢個問題咯。咁問佢哋覺得係要達至呢個夢想嘅世代啦，但係你又講唔過去，你嘅方案究竟點樣係可以達至到呢個夢想嘅世代咯？我剛並冇講任何方案。你哋啱啱同我哋講係呢個問題需要處理，咁可以教育同埋資源。健康的地方成長，當我哋見到而家吸煙
15.8 億都可以投放喺更加多嘅資源，例如喺醫院嘅設備、人手等等。喺2019年至2020年嘅年度，政府提出醫管局嘅經常資助為688億。假如香港成功立法，咁呢52.8 億就可以重新分配喺一啲醫院嘅設備同人手，大大減低咗香港嘅醫療負擔。多謝各位。
清楚，就等同於毒品一樣啦。佢對我哋嘅心靈同埋生命都造成好大損害。佢有冇嚟過？有班同學嘅邏輯真係好奇怪啊！因為自由高尚，自己應該係享有人權，你可以判斷何謂人權，但就唔會制度唔理會無緣無故受害嘅百姓啦。作為2009年嘅我，對將來可能受呢個嘅反罵，毫不感到憤怒啊！反而點解有班同學覺得呢種係種剝削咧，而唔係一種對前途嘅保障咧？而家政府嘅角色同埋責任就係保障市民嘅健康，同埋將資源用得其所。Oh, what?
謂嘅立法啦，都係需要一定嘅時間嘅話，咁點解要選擇一個咁極端嘅方案，而唔係實施教育咧？我依樣嘢可以相比並行嘅，但係最弊嘅教育唔可以完全令到香港變成一個無煙城市。但係其實香港有好完善，香港嘅海灣環境差異都係香港人以為傲嘅事，係呢個做咗海灣做得非常之好。嗱，你話香港警察同埋海灣都係香港人以為傲，但係你啱啱主辯又提出香港仲有好多人吸毒，又點樣論證咧？唔係主辯講。咁佢有好多人吸毒，香港應該係有少少嘅反動。香港有人吸毒係代表有少少嘅警察。但係香港吸毒率係非常之低㗎嘛。嗱，咁到底吸毒率係高定低咧？你啱啱一副講到吸毒，仲有好多人吸毒，但係你而家就話吸毒率好低喎，自相矛盾咗。有方同學今日我哋討論嘅係禁煙業，唔係關吸毒。咁方同學啱啱有一隻喺度係咪喺度一樣嘢？我哋今日真係以禁煙同埋吸毒為咗一個類比，我哋想講嘅係香港現時已經立法去禁止去食。如果要發成一個無煙世代嘅話，我哋就要去禁止立法去禁止食煙。咁話毒品有地下市場，咁依家吸煙唔可以有地下市場？地下市場係一定會存在嘅。咁你但係主流市場嘅嘢已經全部冇曬啦嘛，因為偏多，你得翻地下好少嘅供應咯。你話地下市場都有地下市場，咁你又話啱啱話咩香港海關好好？咁香港海關好好唔係一百個 percent， 你冇乜一世界上冇乜一百個 percent 係可以把曬關噶嘛？咁咁如果達至你剛所講嘅目標，冇細講嘅。我剛才話你一方面就要交翻俾海關同警察處理。即係乜嘢嘢方面其實都係講緊，其實立法唔係最主要，最主要都係要交翻俾海關去處理嘅，對唔對？咁要立咗法先有法律依噶嘛？咁但係你都係未解釋，咁你禁止咗09後，你可以點樣達至到呢個目標細講咧？咁我哋今日講緊嘅係逐步禁止，我哋係首先係禁止咗09嘅。啲老出狐狸破綻，你而家話09就開始禁止，係咪代表即係會除咗09啦，之後連成人都開始唔俾食煙咧？唔係好明白懂法，有方同學想講啲乜嘢？嗱，咁啱啱辯辯同學所講嘅由09開始禁煙係咩意思咧？由09開始咪即係今日嘅辯題咯？係你話開始，即係唔會做任何其他嘅措施者。禁煙，就係開始啦。咁同學，點解我哋唔可以將其他措施相違嘅行，只可以唔一定淨係要推行呢個措施噶嘛？我哋可以靠其他措施一齊去幫助呢個措施去推行噶嘛？咁你又話到二手煙好嚴重啦，咁你呢啲條例又可以點樣即時可以解決到咧？你話二手煙好嚴重，咁如果冇人食煙嘅話，係咪就唔會有二手煙咧？咁有位同學即係講到話，我哋而家禁煙。全面禁止09後購買煙草，但係09之前嘅人只可以買煙嘅喎，而新就呢個問題仍然會存在。話事係依家咁一個循序漸進嘅方案。嗱，如果有咩方法可以即時令到全香港人禁煙，我好想請教下有方同學啦。嗱，但係我哋而家已經論證咗教育嘅成效，但係你哋仲係要冒冒然無端端喺中間推出一個咁極端嘅方案，你有冇諗過反效果會出現咧？教育係咪真係可以將香港冇人食煙咧？教到？我哋並非係要冇人食煙，但一個下降嘅趨勢，喺佢下降嘅途中，你無端插手，咁會發生咩事？反效果出現咯。咁等陣間再上翻去咁點啊？我覺得好搞笑，佢哋由主要上嚟講話，都承認我哋要制定呢個無煙社會，但有同學又同我哋講話唔需要立法禁止，佢哋認為教育並唔能夠完全禁止。咁請問有同學點樣做到無煙咧？唔係，係因為你而家嘅手段係非常之極端啦。咁有啲咩方法係可以冇咁極端咧？當你教育，當啲人已經去到政府嘅目標，就係2025年達至7.8%，跟住一步一步咁行落去。其實最尾當成個風氣被改變嘅時候，你哋再實行立法，其實會唔會係個反效果咁大咧？咁文欣同你講過好多次啦，點解我哋唔可以一齊做咧？因為而家立法係冇呢個即時性喺度咯。咁
即係你講6800人死咗係唔需要救嘅。嗱，咁你又講翻6800人，咁到底成個香港吸煙情況嚴重定唔嚴重咧？我應該是提出香港其實係位於全球嘅低位嘅喎。就算我哋見到而家係位於全球嘅低位都好，但係我哋見到而家有咁多人吸煙嘅時候，唔單止係影響呢啲人，仲會影響佢哋身邊嘅人。點解有可能覺得呢個唔係一個問題咧？嗱，你咁樣嚟講係咪代表冇？
雙性性。咁你哋其實係冇追問到嘅，一父之前到底咩嘢係雙性性，不過佢自己講清楚咗啦。然後佢喺講清楚咗之後，其實你係比較大嘅標準同佢抗衡咯。佢講一條法律標準出嚟，係咪就等同係硬道理咧？唔係喎。如果你覺得健康就係最大的問題嘅話，咁你咪唔會抗衡咯。我覺得你今日呢個好大的問題係在於咧，你哋唔清楚自己尺喺邊度。如果你知道自己尺喺邊度嘅話，其實你要知道咧，正反咧都會有自己。
度喎。咁你哋就係要諗嗰個啦，都得我嘅標準喺邊一度咧？譬如話，你嗱，有啲地方荷蘭，你食飯都合法噶嘛，咁佢食飯麻痹率嘅方位好多啦。咁係因為每一個國家都有佢自己嘅道德標準，佢有自己嘅標準去立法。咁係咪代表啊人哋多人哋先立法，多嘅立法先，少嘅立法好咧？唔係，咁係並唔完噶嘛。咁所以呢一啲地方咧，就要當地自然就聽清楚啦。係啦，咁咧。好，呢個咧前場就啊，哦，跟住咧，我哋再講一個呢一個嘅自由辯論，係啦，自由辯論咧都係有好多麻將露出嘅地方啦。咁咧，自由辯論最明顯咧就係大家嘅思想咧好單位，你哋每一次淨係可以處理一個問題，而冇諗清楚自己個立場到底喺邊度啦。咁譬如一個例子就係、是、你哋會討論啲咩咧？啊，係啦，就係咧，反方咧有一句嘢係，你話到咗7:00嘅巴士嘅時候咧，我哋再立法，咁咪唔會有反效果咯。跟住我就好奇怪，正方即刻話係啊，我同學講我哋到時立法啦，啱咯。咁零九現年啊嘛，2027先至18歲啊嘛，咁啊啱曬啊個時間。咁但係咧，你就哎呀就冇食到啦，咁就好可惜啦。係啦，咁所以咧就好明顯，大家就淨係掛住處理佢嗰一句嘢，但佢背後講嘅係啲乜嘢咧？所以咧就係啦，就需要啲經驗，冇問題。係啊，係啊，呢、這個位咧，正方你哋問人問題係有少少遲，但係一個好好嘅諗法嘅開始嚟嘅話，你話影響身邊人點解唔問問題？呢條咧就公司都係一個標準嚟㗎，就係、是、咧人哋講緊話誒要有即時嘅社會影響啦，即時嘅健康影響。咁但係你哋嘅立場咧，應該係我聽落去嘅標準咧，就應該係第一係自己嘅健康，第二係身邊人嘅健康，因為煙草產品係唯一一個。在市場上面應該暫時未禁，而是會對身邊的人造成健康影響的產品，而那個影響是大的，而你們是有論證的，而你們沒有用到標準，是的，那就蝕底了。所以這些就很作學啦。最後就是到結辯了。其實結辯呢，反方今天是提出了一些不應該在前場講出來的東西，譬如說你會說到說以公共利益的旗號去壓榨人民的自由，那這些東西是你的中心思想的嘛，就是說原來他是藉著這件事然後就會壓制多了。最後是什麼呢？就是腸制啊、煙肉啊，你是不是都這樣啊？其實應該早點都拿出來問，那你們就可以有個標準的，因為互相質疑了，那是不是腸制煙肉都這樣？其實你會答的不是咯，因為他不會影響身邊人的健康嘛。那我期望就是會較早的時候聽到這些東西，那但是可惜他們要明年才提出啦。只要我們2009年有問題的一件事都是應該早點去出，如果早場聽到就會更加好啦。咁咧我記得正方自己咧，你係好嘗試去做一個好結嘅角色，歸納翻全場俾出去戰場嘅。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嘅 approach 嚟嘅。咁但係點樣可以再做得清晰啲咧？就框架上面有啲太多，你而家將乜嘢都塞曬佢咧，我會好清楚咁聽到每一個位置發生咗啲咩事。你哋想贏啲乜嘢位置？咁但係第一樣嘢啦，意見唔係淨係歸納翻每個位置，你要有自己嘅聲話內容啊嘛。咁所以呢個位置咧就會有啲似三副嚟嘅角色，所以就可以諗下點樣可以。如果你繼續做意見，就可以諗下點樣可以帶一啲價值出嚟，或者個框架上面點樣再意見一啲。係咁就咁多個人意見之後嘅問題，多謝。
咁但係好老實講，我都預想過反方咧會揀好多種方法嘅。咁其實喺主線上咧，其實反方可以諗下，如果我哋全面禁止煙草，我唔係講你唔好搞，我全面禁止，咁算唔算又係反方咧？其實你可以拗落嚟，呢個都係即係如果你今日翻嚟討論緊，哦，你兩個你兩邊都有共識，就係要冇煙社會。咁其實呢樣嘢。你話要零九後，我覺得零九，我覺得可以全面禁止嘅。咁其實反方都可以咁睇。呢個係我預先我自己覺得反方有機會出嘅嗰啲線啦。咁但係因為反方出嘅今日反方俾嘅主線咧，我覺得都係嘅，即係話呢個雙性啦，同埋呢個打效果。呢個係反方喺論點上嘅準備咧，我覺得係好少少好過正方少少，因為今日正方咧。就係討論緊，其實兩個點咧，第一點咧，即係講緊健康嘅成本同埋醫療嘅成本咧，都係社會成本嚟嘅，大家都要負擔嘅。咁所以其實今日正方嘅論點咧，我個人覺得係薄弱咗少少。咁所以喺開言嘅環節咧，就已經大概睇到雙方啲咩位係喺立論上已經係可以做好少少，或者喺事前準備上係應該要做好少少嘅。咁同埋我自己個人覺得，正方都即係作為正方嘅我，負責任係講少少嘅。方嘅主力都可以考慮下咧，將香港解決啲問題咧，包裝得再好少少，或者理翻少少。因為依家你哋講嘅問題，哦，其實香港唔係好嚴重啦，都好正面同埋添，香港唔嚴重嘅。咁當然外國比係講比啦，咁但係你話香港唔嚴重咧，咁其實更加回應唔翻你哋自己講嗰個嘅事情。咁呢個係主持啦，我唔講太多啦。咁啊，去到有幾個位咧係啱講話，覺得好可惜啦，或者係好硬意啦。咁啊，我咧將我自己嘅好多嘅打入性，我覺得係可以攞出。咁啊，首先就係咧去到公言自由辯論啦。正方有一個好搞笑嘅一個回應啦，即係到講緊呢個反後，即係個黑線。咁啊不單嘅嗰個問題啦，啱啱兩位朋友都講咗啦，咁其實兩者係你可以拗可以比較，都可以拗唔可以比較。咁但係我覺得呢個情況下比較唔好咧，係更加啱。咁但係當然根本冇論證過啦，不單咧係一副叫自由辯，成件事都係冇提過嘅，即係講咗一兩句説話啫。咁而正方都好笑咧，就講一句因為不單係發展中國家，香港係已經發展咗啦，咁所以咧呢兩樣唔可以比。咁其實完全係冇達到呢樣，即係冇關係嘛。即係我先發展發展中國家，如果可以平時咁樣去諗下，或者佢做嘅嘢都可以用翻，咁同你呢條今日辯題都冇關係。係啦，咁啊，正方之後講咧，呢個反方都係冇出過嘅，咁我覺得反方好可惜，呢樣反可以重複呢樣嘢。正方講過咧，喺立法咧係會有喺成個咧係會有黑市存在嘅，咁黑市係點都會存在嘅，佢哋講嘅。他們說過海灣有警察就可以了，不是我們可以配合其他東西去做嘛。但是重點是什麼？重點是今天正方說的是社會成本，他們其實你這樣轉變相就是將醫療成本轉嫁到我們立法的成本裡面，即是我海灣我警察我做多些東西，我不是要付錢的，不是成本來的。那如果這樣的話，那正方那不是自身矛盾，那如果這樣反方這樣說的話，我就覺得其實很多，那這件事真的可以告訴正方，這件事很可惜，這是我最主要想講啦。咁另一個咧就係反方，另外一個硬件位兩邊都硬件嘅。咁咧反方嗰個硬件位就係去到都係去到自由面啦，就留到長話嘅就話，其實係自己問題咧，去到個位，去到7.8%以下咧，咁我就可以立法禁止啦，搞好咁樣。咁你咪調翻回正方咯。咁但係正方又冇去講呢樣嘢喎，即係冇話其實你我立場咧，至多點解你要變嘅反方咧？咁冇講過。咁所以呢個位咧，雖然正方同反方都係露出咗一個好嚴重問題，但係兩邊都係冇就住一啲好致命嘅位咧去改觀，好翻咁啊滯。咁同埋就係中間嘅一二副咧，其實嗰個交鋒都唔算太多啦，我覺得，即其實都係各有各説啦。咁其實反方做得可以好少少嘅位，就係講緊其實你哋打嘅 point 咧係多好多比正方咁啊，你有好多嘢可以再多少少嘅，例如係嗰個人權同埋社會利益問題啦，那個比較嗰個標
正方花會嘅出嚟咁嚟做啦。咁同埋而家咁多即係咁今日咁煙，聽日咁搶仔，呢個都可以做變化。同埋零零九後呢樣嘢都係可以做變化，全部都可以喺主面，或者甚至咧唔係幾適合嘅，或者未聽到嘅，都可以講。咁就唔好話我哋喺業界我先聽到原來你哋係想講零零九後，咁我就負責嘅。咁啊，我諗咧應該要先講咧，鄉下交同埋鄉村實都係應該要先講嘅。我覺得呢啲位都係唔可以話贏啦，但係起碼令到對手麻煩好多嘅，即係對手要論證好多嘢，正方要今日要論證好多嘢。咁呢啲都係要用到效先出到咧，我覺得咁加多少 comment 就係開熱辯啦。其實因為我自己以前打比賽時都主要係打熱辯。我覺得今日咧對於個辯題嘅包裝咧，即係我覺得大家都係得一個即係攞啲數字出嚟講，或者今日香港嘅問題好嚴重。咁但係點樣嚴重咧？其實我係好啱啱啱咁成日睇到一啲時間，但係我睇唔到個故事，即係我唔知道點解。我今日專登都睇到任何關於呢一個嘅新聞。點解佢話今日點解到今日先至講香港政府要禁止零九後咧？我個年代係講緊，我唔係講緊全面禁止喎。因為今天就是講禁一半即係禁某一個世界的人咧，咁一嚟背景冇無論誰啦，個反方都冇提出過你個任何嘅包裝啦。咁其實一個好嘅開業用咧，係起碼應該俾一個故事在座嘅觀眾係有相關嘅。咁講呢個問題，呢個辯題大家都一定已經有相即係有認知啊，唔係啲大家都唔熟嘅辯題。但如果下次你遇到一啲大家都唔熟嘅辯題嘅時候咧，其實對於正方咁呢啲題咧就我個人覺得對呢方面好少少，咁但係原來都冇問題，咁所以最好就係我自己個人覺得都係正方嘅意見咧好少少嘅，就係呢次你有總結到呢一場比賽，你有啲咩共識大概呢度咧係你哋交通嘅問題，但係冇人指出過你哋其實有啲咩共識喺度。我覺得如果你指出其實你有共識咧，你就可以拉入翻佢嘅對手。其實佢真係嘅講點啦，咁你可以咁樣去論證咧，就用你嘅邏輯，如果係自由嘅，咁我嘅程序大概呢個方式。好，謝謝。最後有請黃文傑老師帶嚟。咁咧就我先講咧，就係雙方嘅主線咧，俾我嘅觀察。其實我對於正方嘅主線咧，我嘅同佢睇一個比較平穩踏實嘅水平，即係話我覺得你個主線其實係有啲咩問題，即係本身其實即係你講內容咧，就算係一般咧人都會咁諗到咧，其實某程度都叫做平穩踏實，同埋咧都係即係唔係一個好大嘅問題。而對反方主線嘅睇法就係咧，我比較覺得一種眼前一亮嘅感覺，即係呢種嘅分野上面。點解話對反方主線嗰種眼前一亮嘅感覺咧？因為反方似乎咧，佢想處理嘅方法咧，就想從立法嘅原則去處理，即係佢喺辯題裏面嘅嘢咧，就係從立法嘅基調，所以佢會講咧，嗰個立法係會偏基於嗰個嘅相稱性啊等等，就用呢個角度咧去處理埋。我覺得反方如果可以再做好啲咁嘅嘢咧，咁嗱，因為正方嗰個立場基本上係好平衡踏實，即係唔會有好大嘅問題，即係都係咁樣去俾佢去發展啊。但我反而覺得反方可以做好啲嘢就係咧。你呢個相稱性嘅原則咧，其實我覺得係可以咧一步一步咧可以追落去，即係我哋觀察好似有少少咧有少少斷咁樣嘅，又正確係你做表達咧能夠將種相稱性嘅嘢咧好有系統地清晰地表達，有時候嘅話係咪咁樣做咧唔合理啊，或者咧咁樣做咪過熱啊？但其實你應該翻返嚟頭先嗰個原則嗰幾點上面咧去逐點去追。如果你唔係講個立法嘅問題嘅話，就一定唔係我哋嗰法律本身嗰個基礎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呢樣嘢咧係可以做好啲嘅嚇。好，第二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咧，關於咧最初其實上咧香港喺個時候咧乜嘢嘅社會嘅問題啦。咁點解咁講咧？嗱，即係正方嘅立場，但係上應該一個民間社會啦嚇。咁咧就呢個係佢立場，而反方咧嗰個立場咁係點咧？咁嚇，即係究竟係想香港最終無煙啦？定還是其實平時俾你啲人食煙咧咁啊？咁當然呢個問題咧就唔單止係因為咧，即係反方就提出過就係話，其實我都想無煙世代嘅咁樣嚇。但呢個都唔係我覺得最關鍵嘅，最關鍵就係我諗，反方想點
跟住做，譬如佢想教育喎，係咪？又想跟做一啲嘅譬如做其他嘅措施啦。咁其實反方願景最終想，其實咧我哋都做嘅，不過我唔一定要所有人食煙嘅。其實仍然用緊煙民存在啊，定還是最終我都想嘅，不過我嘅方式咧係想用翻我而家嘅方式達至嘅咁。咁我覺得呢個咧係俾我諗咧，反方其實最終嘅立場係乜嘢嘅咧？咁啊，到結定曬咧，問咗條咁嘅問題啦。當然呢個問題俾你個立場啊，但係就揾一個問題就係點解你係全禁嘅咧咁樣啊？雖然呢個係你過期咗句子啫嘛，咁我就再諗，即係頭先你都講啦，咁反方話最終其實佢想走乜嘢？佢想走得更前啦，定還是實係嘅？而家都可以咧咁，因為呢樣嘢咧其實係影響緊就係，因為大家嘅目標如果唔同嘅話咧。可能做嘢都有少少唔同，咁而呢個目標兩者，如果目標唔同嘅話，點解可以變成係可以可討論嘅咧？即係如果你目標係全禁，即係話係無煙，但係如果反方立場唔係喎，我覺得唔需要絕對冇噶，少咪得咯，即係成家咁少就夠咯。咁樣嘅話，其實大家就喺個唔同目標上咧講緊嚟啦。咁嘅話咧，就會出現咗咧，你說服到我，我說服佢，因為大家嘅目標都唔同，咁所以就變成咗兩種。咁因為點解如果咧下一個方向要諗咧第三樣就咧就係個方案嘅細節問題同埋願望達到嘅問題，呢樣係雙方都要做啊。正如即係反方不斷咧問正方你點樣做到啊，或者正方應該問下反方你點樣做到，唔係冇問，不過問得嚟咧，我覺得其實欠缺啲系統性嘅問題啫。即係有時都係聽一句睇一句入邊，你話教育家長做到我咁樣做唔到，即係就完啦。咁究竟係想點樣再進一步？顯示嗰個問題所在咧，或者問政方嘅時候，其實咧有啲人咧喺2009年以前嘅喎，咁咧仍然係有佢所講嘅20煙、30煙問題噶。即係其實如果我呢條問題所講嘅，即係某程度政方要等到啲煙民死曬啦，即係我成日都咁啦，杯酒咁講啊，即係等佢過曬過身啦，咁先能夠最終做到。而家講緊等佢過身嘅話，如果最後生個 friend 食煙係20、30歲，其實我講緊5、60年後先。咁究竟你所講對20、30煙係容許佢接受到嘅，都仍然有機會存在50、60年咧？我哋啊，即係反方正方做法係要去即係追問佢究竟你嘅目標同佢嘅手段係咪好唔相符咧？調翻轉頭係佢嘅，即係如果佢覺得一個好急切嘅話，即係啲問題咧，我都係可以立下。我哋最上一個問題咧，就係佢啲例子咧，其實都係可能了解清楚多啲嘅，即係好似你所講都係。即係譬如咧，有時會外國嘅例子，即係外國有時會傳心啦，或者點行。其實咧，外國啲禁嘅煙咧，可能都可以瞭解下其實禁咩煙嗰樣嘢。即係嗱，我哋而家講都係傳統煙啦咁，但似乎外國都幾流行咧，係嗰啲即係加熱煙啊，或者咧電子煙嗰啲，嗰啲佢禁唔禁嘅咧？究竟即係因為我呢度講咧係即係煙草產品，香港情況就係因為香港本身之前都禁咗即係電子煙嗰啲，但外國嗰啲咧，如果所謂禁煙唔係禁傳。你都可以諗下呢個問題，佢有冇替代煙嘅咧？即係呢個，我覺得喺例子裏邊咧要留意下。尤其是嗰時咧講無煙世代都要參考即係新西蘭。咁新西蘭究竟禁煙定唔禁嘅？即係佢所謂禁法係點？我覺得呢個可以留下，即係諗清楚或者諗清楚資料。第二啲例子都係㗎，雖然咧即係反方即係建議都提出，譬如香口膠啊，或者即係伊朗嘅日本大頭咧嗰啲。不過我覺得財政方都諗下，呢啲例子咧，我覺得係可以。呢啲例子就啦，其實背後呢個例子係啲咩嘢？個可比性咧，到底去邊度啊？譬如伊朗呢啲例子咧，可能嘅咧，可能同宗教亦都有啲關係，都未明，即係佢女性嘅大求，但可能同佢嘅信仰咧，可能係有啲關係嘅。咁之後呢類咁嘅例子又係唔適切同一個公共衞生或者健